破，来啊！风破了头上有钻石哦，赶快去讲啊！快啊！风破吗？对啊，头上啊，对啊，哎，不止一颗哦，有三颗哦。而目且底测下是，说不定还有，对呀、啊，可能9颗哦。还不快点啊！哎，这不是风破啊？是啊，头上啊，过头了，你那是不几是，秒钟他以已经前走的掉了，已经走掉了。他啊。挖到自己的熔炉，厉害厉害。看他会不会掉头呢？就知道他有没有在关注聊天室。巧克力没有哦，巧克力头上有鹅卵石哦。来，我们来看帮，我们来帮巧克力头上看看附近有什么、哦。啊，这是哈记。是巧克力，他把自己关起来，跑去尿尿了。等一下，什么了？快点，快说，巧克力去尿尿。我要打字了。哎，回来了！他出来，他挖出来，太快了吧！蹦起来了！你尿太快了吧！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。他们在叠附魔，烧石头赚经验。嗯，竟然把附魔铁剑给扔了，还有70分钟了，好像这个提示也没什么重要的，它只是提示时间而已。那稿子都附魔了，有活动。哎呀，前面那个不是岩浆，你可以踩上去。啊，其实哦，巧克力在打哭工。其实说认真的也没有很多哎、欸，钻石，蛮多的啦，都是埋在石头啊，都埋在里面了、啊，看不到啊。我倒是比较想知道，那时候不是有探到一个峡谷吗？旁边还有钻石吗？我不知道。一个峡谷、啊。哇，登登在干嘛？登登在干嘛？快点！哦，1-7，1-7。哎、欸，死光了哦、喔！他怎么会下来这里？哦，被打到了，被打到了！小江，他被小江打了，被打到了。我们刚刚这边起码有6只吧？火痛的，他在跟僵尸玩啊！哇，他怎么？哇，躺着玩，趴着玩，就是僵尸好玩。哇，他是为了挖铁吗、哦？有钻石哎、欸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虽然有一段距离，但是有两颗。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考试是什么可以吃马蹄上去点滴？他如果能挖到这里，就绝对是聊天室高明。感谢马蹄。哦，看到东西被烧掉了吗？哎呦！哎呀，好，来看一下黑白的青金石到底长怎么样。超级煤炭，很像煤炭遇到。说不定我们之前有遇到，只是没有挖起来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们刚刚就是缺这个啊、哦？对，我们在、欸、我们挖超多青金石、欸，我也挖颇多。这个就是煤炭啊。比较淡的煤炭啊，反正用石膏可以挖起。好，你们都不挖煤炭嘛？再不挖，我是拿石膏，然后挖到红石，没东西。石膏可以挖红石。欸欸欸打起来了，蓝绿打起来了，蓝绿，谁？蓝绿有谁？打了吗？蓝绿，汪汪跟汪汪秋风，和平打。演员，哦，他们已经对峙喽。打起来！啊，就旺旺的个性会退。秋风一定在讲，
我们不要打，退退退退退。可他往前走了。他往前走。我们不要打，我们不要打，我们不要打。我们不要打，我保护你。哦，二零躲起来。哦，好近好近好近，岩浆。秋风，你怎么烧到自己啊？我烧到啦。有，星，烧到远。烧。两个人躲进去了。挖旁边，挖旁边，秋风挖旁边。都要开了。我往秋风挖旁边。挖，快挖，快挖。后面。哦，他们都不懂得绕路吗？你要直直的，有时候绕一下。对啊。哦，有人烧自己了啊！要被劈死了。哎，没有。哎，秋风烧自己。泽平没看到吗？没有往前冲。哎，他们在挖大地基。他们在干嘛？在撤退吗？退了，他们退了耶。拉远距离了。不冲吗？冲啊！可以了，你有赚到。我觉得风破会冲哎、欸。我也觉得。他应该会冲吧？他一直很想冲的感觉、啊。都残成这样了，我也弱、啊、我也会冲。冲了！风破伤了自己，我伤自己。这个很惨，这个很惨。哦，不是，是风破放的，他岩浆桶还在身上。对，他扣一半。哇，像那个汪汪，如果他们这一队完全就直接变弱势哎、欸。哇，一直被烧到。原本是一半一半，现在完全变弱势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开赌盘，这一局大概哪一队会赢呢？请一下，蓝队的几率蛮高的，你要一赔死了吧？这个我一定压赔率高的，好不好？我压秋风，走了啦！你压秋风会死吗？冲了！退了，退了，我压秋风会先跑，挖过去！哦，打起来！打！我怎么啊？差一点！我怎么硬要用岩浆嘞？斧头劈下去爆了、欸，对啊，演员一次被烧到快残血了、哦。来，加油！奇怪，明明就没有蹲下，他们为什么不挖那个捷径过去啊？哦，会退吗？蓝队在往后退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黄、绿也走了两个，绿队要退，应该没有，还是会打。哦，然后绿队撤了，然后蓝队好像想要从其他路绕过，退钱，没有啊，打就赶快跑啊，到底，绿队撤了，然后蓝队还试图想挖过去，死路啊，哇？他们没有稿子吗？不挖吗、啊？没有，他们在做陷阱。绿队在做陷阱，他们在路上铺了一个岩浆，你看。哦，你说因为这材质包看不到是不是？对。那他们不该蹲下，要站着啊，要把他吸引过来才对啊。对啊，人才一格。哇，他们做陷阱，这个心机很重哦。嗯，蓝队想从旁边偷偷挖过去，不过绿队已经撤了蛮远。干嘛不早点挖？可恶！对啊，应该早一点挖的。哎，有他们在撤了，绿队撤掉了。哇，撤走啦！哦，我还蛮期待会有人踩到那个陷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有点一格，有点难踩进去。不一定哎、欸，这个有点难。我刚刚上面一格也把我烧死了，那是留下来的，那个不一样。我现在怨恨很重，我很想有一个陪我当雷神。三三，没有你的雷神帮你 QQ， 有点强。三三刚刚盯着外面的钻那个金矿，盯了大概五秒钟吧。边界外的金矿，挖不到。边界外，你确定他知道那是金矿吗？好吗？他以为那是钻石矿吗、哦？对啊，旁边还有铁矿。对啊，那是啥？可以打钻石，打钻石。青金呢？好多矿他没挖到。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我觉得他现在缺金啊，因为他们队伍。闪闪，他们也要回血。嗯。哦，绿队好像还有战役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要去看。
哦，有有有，他们的陷阱完全没有用，他们没有打算走那一条路。哦，哦，哎，有有人来硬了，有人来硬了，果然是哲平自己差点踩到。有有有，他引过来，要再引了，再看呢、啊。哲平要站出来一点啊！站出来啊！站出来啊！你这个诱饵，蓝队想直接挖过去啦，直接挖过去。嗯，中心点在哪里、啊？挖不到、啊，1750。哦，看到了，没有我在看他们挖的范围。红队吗？嗯，还是其他队伍？哇，蓝队真的想直直冲哎！他们想直接挖过去。嗯，但你这样挖的速度，绿队太好跑了。对啊，追不到。嗯，为什么又退回去了？为什么？稿子爆了吗？他撞稿还没有啊，看起来好好的。嗯、没有火把了吗？还是突然心情想挖的心情没了？嗯，感觉上他们不打了，蓝队不打了。对啊，对，这个可以喊退费了啦。啊，去看队友，日韩呐、啊，今天敦敦好可怜，他挖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死路。嗯哎、欸，地牢哎、欸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没事，不要吓人，地牢是。蹲蹲他放的箱子，你材质包，你材质包不是换回来了吗？你怎么还不知道？哦，可以拔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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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拔那十块。发亮了，发亮了，发亮了。他自己发亮啊！怪啦。好了，然后巧克力看到蓝队喽。巧克力吗？嗯，可以看到蓝队啊，他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看到绿队了。哦，他会不会过来呢？他自己很想冲。他们现在装备最优最好的啊，对啊，不用不用看啦，就跟八点档一样，嗯，已经知道冠军队伍是谁了，已经有八成了吧，八成对啊，看看会不会累掉，都没附魔，嗯，哎呦哎，崩破他们附魔、欸，其实可以开个赌盘、欸，好，我决定开个赌盘，附魔了吗？附魔了哎、欸，哎呦哎。他们开始用附魔了，我现在才附，刚刚的血都浪费掉了。嗯，哲平他们，哲平他们在往上了，绿队在往上，感觉今天队伍真的太少哎、欸。嗯。18个而已，不是吗？对，应该分两队，分两个人的。两队，两个人一队。九队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嗯。绿色，哎、欸，风破怎么扣血了？他被历史砸到、欸，哎、哦。靠半滴。绿队上去了。蓝队在往上了。上楼，哎呦，他们默契这么好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钻石哦，来，我来报坐标给你们了，你们赶快去报哦。谁谁谁，哪一队的？蓝队，蓝队，蓝队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看到看到看到。980哦，830哦。哦。叫圆圆，石头往那个啊，铁往下挖，圆圆，铁往下挖。这边了，这边了，快点啊！对对对，20就是前面那个铁往下挖，20。往下往下走就有了，往下走就。有对对对对对，关东有有有有有在下面下面下面，有人通风报线，有人报哎不是他在挖啊，他只是单纯想挖，二零在挖哦、啊、不挖不起来了，好，我们证明大家都是很公平的啦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一队算是蛮守规矩的，蛮不看聊天室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、欸，这三个就是刚刚红队的那个啊，不是吗？红队的，对吧、啊？哪个？哎。团团哦，回血回血，就是刚刚不是红队那边打起来，不是说头上有三个钻石？团团氪金苹果、哦哦，为什么、哦？对啊，就是他们啦、啊。嗯，没有啊，团团他直接氪、哦嗯，
就只先回血吧，先回一些血吧。金苹果太多了吧？但他刚不是全满吗？没有，他刚还是会消啊。哎、欸，刚刚团团被我耗掉半格血，你忘记了？哦，对哈、哦。刚刚繁星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直接跟我讲：“哎、欸，你看团团的血哦。”没有，他说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打了，我要打了，打了啊！不要把你钻石般星带回来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一定会输。”然后我一按下去打火机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快看看，快看团团的血。”他就开始燃烧了。对，他就开始烧起来。女队已经到中心的，我想推哈基下去，有点跳。他们上去是沙子啊。哦，蓝队也上来了哦。嗯，蓝队上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柱子了。然后紫队往下了。然后这里有个橘队绕单的，在地底下无助的左右晃着。蹲在底下，同类快跑啊！狩猎者出来啦，同类！旁边哦，有看到有一个在仙人掌旁边啊，有猎人上来啦！快跑，不是那边呐！你看错位置啦，赶快走啊！上来喽！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柱子，柱子哦。